对，老板在录影。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四色蝴蝶，好。然后我们要拍一下你的美腿，其实不是，我在 poker， 我要拍这里的美腿。这是熟客哦，我没有偷拍哦，开了起玩笑我才拍哦。那个老板不是那样的人，如果偷拍也不会告诉你们。好，来，这一缸彩色的古铜蝴蝶，火红元宝，然后玄银的哈，还有白金蝴蝶，四个颜色。来，外面有小鱼，看我们那个美腿超美的。好，那个来这里，小鱼在这里，有来了。Hello， 刚看到的那个五色蝴蝶有没有？这里有四个颜色，白色、古铜，有没有？头上金色那个就是古铜，然后玄银黑色的，把银色的。然后还有哦，橘金，这里是二 A 的啦，这边这个三色蝴蝶二 A 的一只900，买五送一。然后这里面有二 A 的白金蝴蝶，这里其实二 A 的也蛮漂亮的，你看我们的鱼有一定的水准。第一个正版蝴蝶里，第二个遗传的表现不一样，我们的鱼有一种优雅。我们的短身是短身的优雅，有一种短身是短得很畸形，怎么样？然后鱼很健康，我已经刀了好几个礼拜了，这个根本是刀快两个月了，进口都这么小，跟泰国进口的。好，所以这边二 A 的白金600，买五送一，三色蝴蝶，一只900，买五送一。好，橘金、古铜。还有玄银，银色的，哦，小鱼而已，养久了尾巴就会再拉长，这个都幼鱼而已。啊，这白金蝴蝶刀比较久，所以尾巴就比较长。好，哦，然后来，重点是上面这一缸。等一下哦，好，给我给我。上面这一缸是三 A 的，好，哦，像这一只是古铜。然后这个是橘金，然后还有那种玄银银色的，跑哪里去了？来一只，这里，好难对焦哦，他们都跑来跑去。好，哦，这是古铜，然后这是银色的，这边就是三 A 的，好，哦，然后出货的时候我们会帮你注意嘴巴有没有歪掉什么那些，但是有一些，比如说。像这一只，比如说背鳍到底有没有一点点，有那种很小的，像这应该没有啦齁，我会帮你尽量注意啦，比如说就是背鳍也不要折到的，好不好？这一只是古铜还是？哦，这一只就银色的齁，玄银那个银色的，有没有？后面这一只银色的，哦，这个的话。三色蝴蝶的三 A 小鱼，一只1500，买五送一。然后这里面的白金蝴蝶，一只900，990，一只990，六只5000块。好，这里这样就是有四个颜色，还有缺火红的，还有黑色的，那个尺寸都比较大，我就没有放在这个里面了。好，那这边基本上有四个颜色，你可以再加其他颜色就凑五色了哈，然后三 A 的蝴蝶还是很漂亮的哈。然后其他银色的还有古铜的，小鱼就是这样，小鱼的颜色不会像大鱼那么重，哦，啊，你慢慢养，慢慢就漂亮。然后注意重点是光线，哦，光线够，这种有金质的鱼才会比较漂亮。白金蝴蝶没差啦，白金蝴蝶你不开灯它都会摆，反正它本来就摆的了哈。那像这个橘金，有没有火红？然后还有这个玄银银色的，这个银色的蛮特别的，我觉得，因为它颜色很沉稳的颜色，然后看了你会特别看它的脸。你看红色的脸没有立体感哦，有没有？因为它就是同一个颜色，古铜的。
跟这个悬影的，尤其是银色的，他的脸，你就会特别看他的脸，他脸特别有戏。好，这里你就会特别去看他的脸，因为脸你甚至看得到他的肌肉，他的脸部线条。好，大于8800，小于外面那个1500，3A 1500，那个2A 的900，都有买5送1。好，帮你们凑齐了5个颜色，拜拜。